为到诶新中介好三个伫撇除期间，也有机会开始了解自家未来嘅职业路之后，当然是高入求，就伫突然提高好高，期盼咧职业是探长，提供以差美容班，那就多一口体验班了了，还提撇入小班级，希望大部安样，了了好三个会早点会清到未来嘅方向。新生见高，好也没专心练四车，大概通走做下走路真详细。那么讲是底部还有后生天天新生来做手工茶鼓，但请提高后生懂详细个一步一步来好。本同年计划参加养趣个家长宽度四年个成长，借从不同样的职业接触，然后他可以知道，他其实有兴趣是什么。看到车子脏脏的，我本来想要洗干净，我把它洗干净，清洗很好，很开心。高峰表示，台北出家无安排养趣课程，四年的后续是要停拍两个月。其实对学生同家长来讲，也做下总打算。台北派养趣，除本四年有下多年的课程之外，其他内容也希望今年是学到受益。这些实作的课程，相信对他们的一个技能可以增长以外，对他们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人际互动，这样的一个人跟人的一个相处，人跟人的互动，都可以达到一个提升，达到进步。高峰表示，希望本体修教育学生，使同其他生人同款，有丰富嘅手家身份。透过了了职业嘅试探，也是增加家长同生人对职业内容嘅了解，还是天修学生未来相关嘅职业规划。客家新闻罗安泰，头前报道。